再来是我们的变形怪。哇，我靠，强耶，哦，因为钻石可以直接买哦，真假，可是一次要3000，但它送很大，其实你们可以有想要的可以直接买，我考虑啊，我考虑，哎，到底有没有招啊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说我考虑吗？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只比较强，我要等全部都介绍完，我才知道哪一只比较强。说真的，还是你们觉得我要买喵喵法师？因为假如我们现在有3000钻的话，其实我可以先买一只啊。可是我想要买可以召唤兽的，哎，寇蒂很像蛮红的哦。哎，是不是5个技能都比较红啊？哎，我这样真的有点牙起来耶。我看一下，哪一只5只技能的被我抓到，你们就那个了哦。哦，难怪彭巴这么红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那我很想知道哪一只比较强咯。哎，天哪，那其实不用看了，我知道哪一只比较强了。难怪彭巴这么火红。所以最强的其实是彭巴、寇蒂还有蓝斯，是不是？再配上我们的变形怪，变形怪技能少一张。嗯，其实我有一集影片很精彩，一手抽就直接抽到纸，然后我把它卖出去还换到神兽，神话。啊！啊！怎么都没中啊！闭嘴！有没有？树木就出来了，再来树木也 out 掉。来生，我本来就是神话来的。啊，最近都遇到5、6等。